谁卖给你的？我报警抓他！今天别想走！上次卖照片的钱不够，你还想再要？干什么你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我也在他脸上宣布了我的主权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别过来！你搞什么要找你有事儿？我欠你的人情已经还给你了，咱俩现在互不相欠。请问加斯东段先生在吗？我就是。 是你？你认识？我们不熟。才怪！你答应我的求婚了？你在向我求婚？上了床就等于买了保险，那20万肯定能搞到手。你未婚妻知道你在外面玩这么危险的游戏吗？我绝对相信不了。我要娶正太集团的千金段雪晴，结婚之后。 会有1%正太集团酒店的股份。那庆玲，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段天朗，你是瞎了还是傻？他可是你姐夫的前妻，我不会让你破坏我女儿的幸福的。